32G 卡读出来，证明出了首先是拍照，调时间10、20，拍照的录像时间，然后点右下角这个按键确认，这是拍照的设置，然后重新开机，然后点，等到32G 卡读出来，然后点右下角这个是录像的设置，然后点左下角这个键确认，它那个时钟一样的图标在闪，就说明在正常工作。